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冬至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去军营都好几天了。这东东性子野得很，叫你这个做嫂嫂的担心了。你一点都不担心？兴许明日就回来了呢。我还在担心六合呢。六合？六合又是谁啊？你这天天担心来担心去的都是姑娘，也不见你担心担心我呀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小气鬼？哎，好歹我也是你。郡主，这儿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带上被褥，我们走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困啊？过来。说吧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就是有一只小猫，然后这不是入秋了吗？我就给它搭了个窝。那非得这么晚去吗？哎呀，那不是怕它着凉吗？看看你嘴里有没有句实话了啊？六合，是六合他被赶到柴房去睡了，他连被褥都没有，所以才着急送过去的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你自己看看啊，这么冷的天让相公我独守空城等你到大半夜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哎呀，你别光说我，说说你，你今天在军中怎么样？有什么有趣的事儿？机灵。我呀，今天当值，这下属的马不知怎么受了惊，冲进人群里边了。好在人没事儿，这马也没事儿。倒是这个魏叔，最近好像……Thank you.